一上灯就爆掉了，这就是精品。很多人就喜欢个头大，对不起，连渣都不剩啊。今天集体给你们讲课各个窗口的知识啊，木纳还原沙皮的有高质量料的，然后木纳包浆皮的有高质量料的，木纳杨梅皮有高质量的料的，全是标本级别的。然后是莫西山，然后再给你们加一个莫西山啊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。首先看皮壳包裹是非常紧致的，这个地方呢是人工脱砂的，也就是说拿砂条打的，或者是拿东西洗的啊。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是有个小擦口的，可以看到肉质漆黑。种水呢是到高冰的，这个东西压灯一上灯就爆掉了，非常非常的美啊。这个东西的话打开是薄界面和挂件的，因为它有裂啊，但是质量非常非常的高。关键是这个东西小价位入手，那就真的太美了东西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群库开大床让你们看明白。这个小价位的莫西沙已经开完了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自然光来看，肉质是漆黑了，这个地方漂亮花啊，肉非常的细啊。中好的位置呢，到了高冰了啊，可以取界面的啊。然后漂亮花这个地方可以取质量高的挂件啊，是一点问题没有的。这个料的唯一的毛病其实就是裂多，如果是说裂不多的话，这个料子长飞了啊。对于小价位来说，它能长飞了，但是这种东西开的质量高啊，做什么都好看啊，这就是精品。老话说嘛，情愿要好桃一颗，那不要烂心一筐。但是很多人就喜欢个头大，对不起，个头大，个头大，切开垮到家连渣都不剩啊。好了，非吃出品，那必定精品，喜欢非吃的，双击关注，爱你们。